一点的袜子比较好，比刚刚那个。深的可以放汤啊饭啊什么，然后这边上面有个是可以两盒可以放菜的，然后49块价钱也蛮合理的，只是说它现在就是没有新的货，所以2天之后才会有。好，而且它也是43块而已啊，就是可以放各种便当进去，然后可以多放一点这样子。吃的我好怀念，从美国离开美国之后就很少吃到塔可了，超棒的。